87版《红楼梦》薛宝钗张丽为美照，这才是真正的古典型美女。《红楼梦》第五回写道，宝钗生得肌骨莹润，举止娴雅，唇不点而红，眉不画而翠，脸若银盆，眼如水杏，又品格端方，容貌丰美，人多为黛玉所不及。曹雪芹对薛宝钗的评价是山中高士晶莹雪，可见宝姐姐是像雪一样的冷美人，美貌不逊色于林黛玉。张丽饰演的薛宝钗成为了难以逾越的经典，最精美的服装造就了500年难遇的美人宝姐姐。现在一组老照片见证玄机，薛宝钗在贾母、王夫人等贾府的权势人物面前总是笑脸相迎，温顺平和，但在面对着丫头们的时候，宝钗却摆起主子威严，冷若冰霜。她是人间的富贵花，也是封建社会女性冷美人代表的典范。可以说宝姐姐复杂的性格也体现到了她的服装风格上，她的服装大多数时候都是不显山露水的中间色，但也有颜色热烈之时。可以说张丽版薛宝钗是难以逾越的经典，这才是真正的古典型美女，令人惊艳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